你说我们这算不算约会？我只是带你去爬山，你非要去就算了。我去啊，我没说不去啊。哎，诺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人呢。等人？等谁啊？等你们呀。等我们？干嘛呀？我让包雨带我去爬山，他非要叫上你。嗯，是这样吗？欧叶姐姐。 根据我对星座的研究，你这个射手座和包雨这个天蝎座今天约会最容易擦出火花，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哦。我可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小家伙，你我他是你们俩和我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 我忍着都要吐了，我早就说过，李老板给的那个什么高科技，它根本就没用。那闪闪闻了那磁片，不也是不好使吗？那肯定就不在珊珊的嗅觉范围之内嘛。不在嗅觉范围之内？你不是说不在范围之内吗？那咱们就再开远一点。啊，你还开远？ 这东西，哎呀，给！你拿着，你拿着，你拿着！我不拿。哎，掉下去了！你想什么呢？ 你快捞啊！掉下去了！掉了！快下去！下去捞给我！快下去啊！珊珊，你下去！珊珊，你不是会游泳吗？你下去。怎么办呀？那现在走吧，回去。你行，回去吧。哎。 小七跑得也太快了吧！啊，这咱不会跟丢了吧？不会不会啊，咱不是有他吗？人类是会使用高科技的高级动物啊，没事儿，走走走。啊！十七。 现在可以证明欧叶姐姐没有拐骗小七了吧？我一路都盯着她呢，她确实没耍花招。你们俩什么意思啊？带你来后山，是想证明一下，David和牛家良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拐骗小七。小七，我们走，走，走。哎，哎，你还真生气了？ 是不是找不着小七了？啊，小七跑得太快了，已经超出感应范围了。不是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就是彻底跟丢了，就完全不知道他跑什么地方了，是吗？恐怕是这样。哎，还生气啊？
你们是在玩我是吗？我只是想证明你的清白。用欺骗的方式。不是。哎哎，你慢点儿，休息一下吧。来，坐下。亲，过来。漂亮姐姐，别生气了。现在不是漂亮的坏姐姐了。现在证明你是好人，不是坏姐姐，别生我的气了。哼。那你过来亲姐姐一下，我就不生气了。原谅你了。咱们会不会迷路啊？不会的，放心吧。在树林里面，有狗和没狗是有本质区别的。小七。怎么了？小七。露娜。小七。你慢点，小七。小七，诺诺，老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不是跟着小七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们两个人就是交流交流。哎，对，看看看看风景。但是有点迷路了。活该。诺诺，你们是知道了吧？我说你们两个，一个宠物乐园的园长，还有一个是酒店的经理，怎么想出这么无聊的方式整人啊？哎呀，整人倒不至于。我们就想看看你对小七他到底是……我对小七好着呢，怎么样？看出什么了？漂亮姐姐已经原谅我了，没事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太好了。漂亮姐姐，你就原谅我爸爸吧。我是看在诺诺的面子上原谅你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既然呢，我们已经把欧叶虐待小七的嫌疑洗清了，那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临时工的身份正式转为正式员工。就这样吗？给你间宿舍。我要单间。单间就单间，不过到时候我给你一大惊喜，别吓着啊。就这样啊？还要啊？我的工资你还扣吗？不扣了，一毛都不少，行了吧？满意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小七，这次谢谢你了。走吧。走。走吧，诺诺。走喽。好不容易一张大床，我可以一个人睡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好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像有事儿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明明两条船。阿汪告诉你的，你连猫说话都能听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知道船在哪儿啊？我们上船。好，走。走。好，回家啊。
信任小七啊？狗的听敏性是人类的16倍，100米外我们听着很模糊的声音，狗却可以听得很清楚。同样的，我们听不见的，狗可以听见。那你是怎么分辨出前方是危险的呼喊呢？狗的听声辨位能力也很强啊，不光能听声辨位，还能准确地分析出人类的情绪，比如绝望、快乐、开心，还有其他的。这么厉害？小七到底听到什么了？他们跑这儿来干嘛？冒雨，说真的，真的谢谢你们了。嗯，要谢的话，谢谢小七啊。啊？如果不是他听见你们的呼喊，我也不会到那儿去。原来是小七呀、啊，小七，你可真厉害，你真是一只神犬呢、啊！谢谢你啊，小七，谢谢你。小七，干嘛呀你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俩就先回去了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啊。走。哎，宝玉，你说这山神怎么对我们小七这么凶啊？他们俩这是在争夺首领的位置。那我们小七肯定是他的首领了。哦。看什么呢？走啊！哦，请吧。哇！哇！哦！啊！哎！就住这儿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大惊喜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也太受宠若惊了。我可以一直住在这吗？当然不可以，这个是我们酒店的别墅，叫你来的目的呢，就是让你来看房子啊，设施不许损坏，还要打扫卫生。好吧，行了，在这儿待着吧。如果有人来租房子，你随时得搬走。行，是不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一个人好啊？嗯，是不是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不在这儿了，快回去吧。干嘛那么看着我？是不是和我也有什么故事？来，告诉我听一听。你要能告诉我就好，反正不管有什么故事，记住，一定让欧叶想起来。
把这个毛毯留着，好吗？留个纪念。现在不怕欧叶姐姐把小七拐跑了吧？漂亮姐姐是好人，她对小七好，没事儿。往下一点是吧？啊，左下，左下。哦，左下。哎，慢点啊！果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可怕动物。啊，漂亮姐姐怕狗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欧叶，
晚上没有你在身边，我真的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，我的灵魂仿佛被人抽走了什么东西。别说了。欧叶，不，我要说。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，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已经给出了方向，你们只要沿着这个方向深入极乐湾去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听好了，你们只有10天的时间，10天之内必须要有所进展。李老板，10天恐怕找不到哎。我只给你们订了10天的房间，如果10天还没有消息，那后面的报酬就别想了。哎，喂喂，你看看。你这瞎说什么呀，真是10天就是不一定能找到嘛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实在啊，到时候随便编个理由骗骗他不就完了吗？哟，你真聪明，你多精啊，就你这样的谁敢相信你啊。啊，不是，亲爱的，我那是糊弄外人的，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的，我那小心肝对你可是扑腾扑腾扑腾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已经不相信你了。你给我个机会解释吗？出去啊，出去。哎呀，把门带上。看什么看，连你都笑话我。嘿，你下去，下去。哎，我让你下去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我让你下去，下去，你，算你狠，算你狠。摔倒吗，小七？哎，看来我真不应该跟你走得太近。我走了，你不许动啊！麻烦你打扫完之后把门锁好啊！您放心。这什么人呢？这两个乱七八糟的。
说我们俩到底能不能偷到那船？我怎么知道？哎 ，Hello， 你们两位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们逛逛。那我刚才好像听你们说什么船来着？哦，我们俩喜欢水。啊不，我们俩喜欢大海。我们俩想租条船出去看一看。对，可酒店没这娱乐项目。你看，今天这大风不安全，而且酒店不让客人单独出海的。快把你们家狗拉出来！好，你们家狗咬不咬人？哦，我们家狗平时……哎，这可说不好。我们家山神平时不咬人，但一咬住啊就不撒嘴。这么可怕！你们先回去吧，真不安全。好，那我们不出海了，不出海了。走，山神，走了。太可怕了，这狗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们家的狗真漂亮。山神，别叫了。哎，乖，听话，别叫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狗不喜欢陌生人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走。哦。小七，原来不是每个狗都喜欢我的。姐对狗的亲和力都去哪儿了？走了。你站着。你刚才对那个服务员为什么那么热情？我没有啊。你就看她长得漂亮是不是？不带这么冤枉人的。滚。我去开门。谁呀、啊？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儿？我是那个洛奇，是咱们宠物乐园的。宠物乐园的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来啊，给你们推销一款产品。宠物乐园的搞推销？您是不是养狗啊？对啊。不是啊，怎么了？那就对了。那您想不想更了解您的宠物，知道您的宠物在想什么、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就对了。看好啊，这是我新研制的洛奇趴牌狗语翻译器6.0版本。有了它，您就可以直接与您的狗狗沟通，狗狗在想什么、说什么，您就全都知道了。真的假的呀？有那么神？时代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人与狗的沟通再也不是梦想。这玩意儿怎么用啊？就把它扣在你的狗头上，然后用你的手机直接连接蓝牙。连接完之后呢，狗在说什么、想什么，你就全都知道了。那就是说，它一叫，我就知道它说什么了？那是当然了。它是通过狗的声纹技术连接狗的脑电波，直接把狗的想法输入到你的手机里面。狗狗呀，不用说话，它想什么你就全都知道。哈？说那么半天，这玩意儿多少钱啊？今儿啊，只要888888，奇葩狗语翻译器拿回家。这么贵？不要！你不要，我要。啊？刷卡还是现金？美女，现金刷卡都可以，只要你方便，你说怎么来就怎么来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京东支付打8折。好。付账号。好了，够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是国际选美大赛，专门比拼造型和体型的。啊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竞技类的欧洲接飞盘大赛。还有这个，德国护卫犬赛，专门给护卫犬举行的赛事。这些东西对你们马戏团应该都不难吧？照这样的训练，你们马戏团那套体系可以保留，而且我们还可以比赛。你们不都有现成的狗狗吗？稍加训练，很快就可以比赛了。怎么样？好主意啊！承让。带上。我说你真是有钱没地方花，888，买这么个破玩意儿有什么用？咱们是不是打算用山神找沉船？是啊。
那山神找到沉船之后怎么告诉我们呢？他会叫，他想吃饭了也会叫，想喝水了也会叫，晕船了还会叫，你怎么知道他叫的是什么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给山神买这个翻译器就可以帮咱们寻宝了？当然了，你个笨蛋。还是我喜欢聪明，要不怎么说我离不开你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试试吧。山神，我是谁呀？山神，坏蛋。你胡说八道！你不行，来来，我来。哎，你拿着。山神，看我这儿。山神，我是谁？山神，坏蛋。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根本就不好使。山神，你可不许胡说八道啊！我们怎么可能是坏蛋呢？我们是好人，山神。嗯，坏蛋，坏蛋，我们是坏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不行，这888什么玩意儿？坏蛋，退货！坏蛋，我们都是坏蛋，坏蛋。把这给我，哎，真乖。走。这么好的地方，你就不走了吧？你找我来就说这事儿啊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听说你对狗狗挺有研究的。听谁说的？欧耶。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去宠物乐园帮忙有没有兴趣啊？没兴趣，不懂狗。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礼贤下士，我呢对有才能的人一向都很珍惜。你怎么这么确定我有才能呢？别这么快质疑自己啊，总有一天你会相信我说的话。看好了，预备。你过来！快回来！什么情况？给我！回来！去看看。小七，你干嘛呀你？什么情况？小七，干嘛呢？我让你到海边去捡垃圾，你俩干嘛呢？老鹰抓小鸡呢？哪有老鹰抓小鸡？明明就是在捡垃圾。你看，小七嘴里还叼着呢，是不是？小七怎么这么奇怪？他最近一直都是这样，我到哪儿他要到哪儿，老是给我捣乱，一会儿拿我的东西吧，一会儿咬我的衣服裤子。那你什么反应？我能什么反应啊？只能追呗，还能怎么样？他每次都是等你追停下，等你追上之后他再跑。最奇怪的就是这一点，哎，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了。哎，这有意思啊。小七，这是在挑逗你呢。小七没那么无聊，应该会有一定的目的。他有什么目的啊？他可能想跟你表达什么。嗯，说不定想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说会不会你和小七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奇妙情缘呢？人跟人都没什么奇妙情缘，人跟狗就更不可能有了。跟他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走。小七，又跑了。小七，哎，小七，小七这是啥意思啊？我怎么知道？跟着他吧，看他的样子，他有目的性。哎，你还说你不懂狗，一看就懂。哎，你说这除了酒店里，哪还有船啊？我跟你说啊，酒店里的船不能用，咱们就租渔船。对，租渔船。闪闪，今天好好表现啊，一定要找到，听到没？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哎，赶紧把你们狗看好了，不然我们家山神可是会咬的。
赶快把小七领走，快领走，快快！小七，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二位自便。好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，真是的，吓死我了，笨蛋！我觉得他俩一定有问题，不然小七不会这么叫的。你的职责是负责海岸安全的，谁让你随便猜疑客人了？你以为你是谁呀 ？CIA 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狗不喜欢陌生人。我也觉得他们俩有问题。你就别跟着瞎猜了。我真的没有瞎猜，因为小七每一次见到那两个人和那条狗的时候，情绪都特别激动。而且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两个房间里有破碎的瓷片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那是小七的问题，你们两个就把小七给我看住了，别再让他进别人客人的房间里，知道了吗？还有啊，酒店管理的宗旨是什么？客人就是上帝，不要再瞎猜疑客人了。就这样，散会。宿舍挺不一般呢，你是立了什么大功啊？戴维让你住这个地方，什么立功啊？我这是造孽！哎呦，他让我在这儿给他看房子，还让我给他做清洁。你要是喜欢，那我给你换。没兴趣，不换了。还疼吗？没事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哎，娘，哦，你别走！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跑那么快。哎呦，我这不争气的腿，多好的机会啊！
十七，谁让你有我画本的？你放开，还给我，给我呀！小七，你这个坏狗狗！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！你画的？对啊，这是以前我捡到的一只小狗。怎么了？这会不会是小七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以前捡到那只小狗是白色的，而且我当时把它送到了宠物店，又不是马戏团。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去看看吧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半年前我捡到小狗的地方。小七，这都是你叼过来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身边笑的